出门常常被蚊子叮吗？不是蚊子特别爱你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哦。皮肤科医师说，被蚊虫叮咬，除了因为体温偏高、容易流汗等个人体质外，还有可能是过度使用含有硬脂酸成分的粉底液、粉饼等，因为这种化妆品的气味会吸引蚊虫，所以女生在户外才会特别容易被蚊子叮。看来以后要出去玩，不能再涂厚厚一层的粉，应该要化淡妆。医师也建议，最好穿着长袖衣物，并使用含 DEET 成分的防蚊液，降低蚊虫叮咬风险。如果真的被蚊虫叮了，也不要搔抓，可用冷饮冰敷10到15分钟，或马上使用止痒药物，避免搔抓引起皮肤感染发炎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